的人，冬天。当时是我们发现冲快递出那个宠物活体，然后我们就去拦截下来，现在发货。大大的话总共有100到200只左右，然后猫猫的话大概3-4只，最小的才满月，最大的也不超过3个月，狗狗死掉了好几只。派出所那边也没有给出就是具体的一些消息。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公安分局在处理，我们那个没得执法权，这个也不是我们管，这个是农村水利局在处理哇。我们是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，然后去交的哈。昨天晚上就在现场，他们在协调，就是说现在暂时还没有处理结果。如果是涉及经济纠纷这方面的事情，我们肯定不管，我们只能对这个狗的运输防御，它不是推诿，就是一个视线范围，不能越权来释放，肯定不能说不管。现在的4加4=34，然后他们邮件所的工作人员已经要来抽血了，准备就是很缺志愿者，去支援者和一些物资，还有就是让他们得到一个更好的安置点。更多视频请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。